观光嘉年华，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、各种的自然人文的资源整合。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针对原住民部落的生态旅游、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特色农业，做很多推动。今年度是我们观光局主办的原住民部落观光成果展哦，迈入第五个年头哦，今年。也是首次哦，移到室外，我们有一些体验区啦、互动区啦，好，还有一些美食。那主要的精神就是在携手融合。欢迎来做部落客，欢迎来做。